深受宅男喜爱的童颜巨乳，可别以为只存在于二次元当中，现实生活里确实有这么号人物，有着小女孩般清纯涉世未深的脸孔，以及令人赞叹的傲人上围，那就是日本写真偶像界的超级新人长泽茉莉奈。年仅19岁，来自日本崎玉县的长泽茉莉奈，身高155公分，三围80、55、82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，上围可是惊人的 F 罩杯。原本是女子偶像团体下课后公主的候补生，因故退出后，靠着发行写真 DVD 重新出发。那无辜的双眼、娇羞的神情，让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是未成年的中学生。然而，这位看上去小小一只的萌系少女，却有着意图使人犯罪、相当犯规的巨乳，如此冲突的外貌，难怪一出现就引发高度关注。耶稣留学中心特别报道。